因为去年一整年都打得很不开心，然后打得很憋屈，受够了吧，就不想再让去年那种情况再演一遍了。首发阵容的 FunPlus Phoenix 有足够的底气去期待在新赛季起飞。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人，他不应该因为这些东西去打出不属于他自己的比赛的表现。打这样的话，我们恭喜 FunPlus 让一追二赢下了这场 BO3。春季赛倒数第三场， FunPlus Phoenix 战胜了 TT。可以进去拍，还在小天都没敢提出登场。今年春季赛发生的事情比较多嘛，然后就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了就大家的状态，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感觉大家的状态也不是很好。下了 FunPlus 守卫了深圳主场的一个尊严，我们恭喜 V5。 哇，사실 V5 전때힘들었어가지고경기도그렇고제개인적인冒泡赛输掉之后，你们我错过他的第一次江娃吗？第一次走路，他的两岁生日我全部都不在身边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努力再捧一次冠。让我们欢迎 FunPlus Phoenix。 下台也会掉，你在中午再看一下。请进到了第五，自己的心态加油。AD闪了，恭喜 FunPlus 3-1，其实险些分享完了，两个都开始了。不行，三个人不讲话，打完就五个人不讲话。恭喜FunPlus3-1涉险过关。他表现特别好，打得特别好嘛。那场打完之后我就觉得放下了很多压力的感觉，没那么难了。率先挺进胜这座，就像 AJ 讲到的，这三场比赛基本上FunPlus赢的是非常非常的轻松。金斌哥加油！都在夸你，别夸了，别求，别夸了，都在夸你，别夸了。大家口罩戴起来，快点，都在夸你。我们放假，放假吗？三姐收下。全队转战苏州，在胜者组的，他在前期有点劣势的情况下，韧性很足，是。一分，但舰队至今 ，FunPlus Phoenix 还从你有点紧张吗？直接丢出来，看看这挺进江城武汉，先行一步飞到了黄鹤楼。我们在经历了 S10 之后，就是 S11， 就是我们变得比之前更好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改变的，也有所进步的。在仅仅排名第五，但季后赛上的四连胜，我们直接石头剪刀布，五个人，那太谁想比零谁，那太简单了，看看谁赢。其实上周也开始，我们那你是啊，来第几石头在按石头给到我，他们你奖杯就是你的。你打到第几名也不是说真的太重要 ，LPL 的话还是只有冠军吗？不是冠军吗？金哥别看手机，大家都在夸你，门口都是你的粉丝，我看到了。精彩，让我们恭喜FunPlus，走。EP 这方面我们之前也从来没有考虑过，就别人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选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的状态一些下滑，然后导致打得不是很好，被碾压的状况，就是我们连一丝就是主动进攻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一直在挨打吧。做职业选手好痛，不甘心啊，但是其实大叫一下哭一下，然后极为珍贵的女性战队经历。我最早的俱乐部闪电狼战队做领队时，小 P 姐被亲切的叫做电竞好妈妈。进入方的细节上花费了很多心，就是从一些非常琐碎日常的小事啊，做到很好的一个状态去帮队伍赢比赛。他每天我们六场训练赛，他甚至会每天又练到十几场的 rank， 就很想赢很想赢，所以他练习的时间很长，然后休息时间太少，导致复发颈椎吧，就脖子后面很不舒服，然后会弄得头很疼，就弯腰的话腰也会有点痛，就很难坚持下去。但可惜替补辅助在训练赛的表现并不好，而刘青松的病情比想象的严重，需要继续住院治疗。你在闯关 RPG，就是这一关的魔王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只入院治疗了一周，刘青松就匆忙出院回归俱乐部。还没有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吧，想赶快回来吧，赶紧回来一起训练。
对，哎，肩膀要平，不要再跟猴子一样。沙包大哥哥推平了苏米的筋。随着刘青松的复出，战队也走出了泥潭。剩余的夏季 FunPlus Phoenix 获得全胜。一杠九，你那把也一杠九。我那把不是一杠九，我那把死了七次。最差的人一般出来骂别人，因为很丢人嘛，感觉他打得不好，然后就找攻击别人。反正上次我死的比你少。你八八十七次，七次八七八九十，然后你跟我说一十一十，你的睿智就等于我两把了。挖苦别人最强的刘青松，天吧，比较符合这方面的一些能力，那就属于恶人先告状，这没道理。我觉得这话应该送给他自己，真不是我，真是他。值得庆祝的是，时隔两年之后 ，FunPlus Phoenix 再次以常规赛第一名的成绩晋级季后赛。三二一，加油！再加油！我说 FunPlus， 大家说加油，好吧？加油 ！OK， 好，谢谢，辛苦。下班。我们还是一个稳定性不够吧，就是我们还是会犯一些失误。跟 S 九，可能想找个时间，就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自身的身体的情况。然后就是目前的话，我没有这个时间，就先把今年的比赛就好好去准备好。好重哦，是有点重，丢了吧，沉甸甸。那你也被女甲被丢了吧？你说我已经丢了。我说我真没看到你的在房间里，我去你房间上来了，吃了那么多都没看到，我又不放在那，你是不是没看过？放在柜子里面，反正东西很多，我拿去抽奖，所以我看到的都是保养品，我拿去抽奖。打死儿之后砍难回身的火胶带也烫死了，我想到他的优势有多大，3-0吧，拜拜呀，这看你。跟我没关系，我只能说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跟谁有关？他玩的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。恭喜 FunPlus， 连续的两个赛季都在第一关当中直接过关成功，进入到胜者组的3-0 ，FunPlus 3-0，这样的话他们在挺进总决赛的同时 ，FunPlus 啊，这一张提前的入场券的锁定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念到你们的名字的时候，就咱们还是稍微摆一个 pose 好吗？很惨吧，也他们也不能再骂得多凶啊，说实话，我有梦想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英雄联盟职业联赛，看到吗？锤石，我往前压吧，主动出击，节奏性拉满，方布拉兹显得稍微有点被动了。第二把输完的话，可能就是觉得就我们今天的状态可能确实没有对面好，然后做的准备也不如对面，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去改变。太难了，对吧？真的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进化了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，进化。继续在蓝色方迎接 EDG 的挑战。干嘛呢？需要直接一有一些。哇，时隔四届。我们打了两个，都是差一点点，确实很难受，很痛苦。我们这次亚军比上一次要好那么一点，最起码我们发挥出来了我们应有的水平，可能没有到最好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想要，有多想成为这个传奇，那我们真的想成。这是属于这支队伍的记忆，也许并不完美，也许很难有续写的守护者终将战胜恶魔那样期盼生活中的理想结局，但我们至少可以满怀希望，